这样的话，这个灰尘看起来应该有两年历史。那只要这样子，轻轻的，我不相信它待会就会干净。哎呦呦，有啊！浴室呢，因为浴室叫做沐浴桃花，所以说如果你的梳妆台跟浴室呢没有把它保持得干净，相对的影响到你的桃花运。